不能强迫我成亲吧？滚起来！可算糊弄我，除了有钱有脸之外，其他都是一无是处。用宝啊！怎么扬州城谁不说我荒唐纨绔、一事无成？顾九思啊！真晦气！从今日起，我要你出人头地，专心读书。这些是你的课业篇目。你这是要逼死？再背五篇吧。顾九思，该读书了。你有完没完呀？就是逼迫自己丈夫好好学习。难道你没有自己喜欢做的事情吗？女子出嫁，一生荣辱本就系在夫君身上。我想要的，就是一个家，可以安心生活、安心经商的地方。你别哭啊，六，我不会再任性了，也不会让。